天泽野弘志也来看台啊！对啊，今天很多人来看呢、欸。但他这个一直卡哎、欸。看一下，西门，可以。需要一点紧张感，需要吗？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荡很高了、欸。现在也听过这首歌哎、欸。这首歌不行啊，没战力啊。这手连第一个石头都上不去啦。阿杰力量来了，请给我力量。力量来了吗？泽野弘之真的来了。哎，对，做好的泳装了，穿好了。稳稳的，力量，多当木上面怎么没有写榜一的名字？
抓好哦！ 怎么可能啊？大转盘这种随便过的地方，为什么能掉的？ 感谢泽野弘之赐给我们力量，现在的我很有力。喂，这个人要表演什么了？ 好啊，石头区都过不了。现在的他已经跳不动了。歌手，我也是能当的。熊哥哥的粉丝哎。 我的天哪，这个大转盘随便跳的呢！好，唱得好。
这手如何？说什么啊，哥啦？好像有听过，又好像没听过的样子。最近不是又有一个新消息，要出什么宝可梦 A 到 Z 啊？我看那个 PV 已经出来了。哟吼吼吼！哟吼吼吼！给我力量！哎，我直接抓住了，根本就不用跳。好啊，再见了，哎！哟吼吼吼吼吼吼！哟吼吼吼吼！可能下面还有一些亡灵还没有走吧。没事，到我已经知道了。那你不用跳的话，其实很简单的。嗯，突破了，不难。换歌，换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very 棒！棒！喂！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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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老朋友来帮你加油了。谁来帮我加油了？我来看是什么样的老朋友啊？老鼠。有这 BGM， 团长也赢了，阿 J 一定行。老鼠怎么放不出来？哼，我还挺准的吧。怎么是这手啦？不要走啊，火星的魔男！竟然还有这个交响乐版本的。魔男，助我一臂之力，让我走。这次好好的抓稳。当时大概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抓到了嘛。还是要再过来一点点，绝不放手，而且我绝不放手。靠这个摆动的力量，再见了，所有沉在海底的实况主们。石头不好抓哎、欸，不是那为什么？为什么抓上面那个石头，然后会松掉的、啊？是100%，100%，我左手没放。贝克大完，贝克很重，还有狗，
还有狗跟狮子。稳稳的，头落地了。我看一下还有哪个洞内。好，大卫，你跟黄立行坐一排了。刚刚86不够高，我们换上月球吧。Then wait for you to come to kill the cover。我要去月球找露西。Get away, another way to feel what you did and what yourself to now, and judge yourself for. Let's start at the rainbow. 我要去月球。我要带双马尾一起上去。亚当，我也会带上去的。哎，我有听人家说，那个改版之后，亚当现在好像改得跟动画里一样强嘞。哦，哭啊！他现在被阿当 smash 了。有空一定玩啦，还有很多要玩的。先等我把圣兽之王给过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了。Get away! Another way to feel what you didn't want yourself to know and let yourself go. 武村是我的好朋友，没错，武村人真的很好。哎，那这怎么抓不住？
好啊，开始抓不住了，手开始没力了。没看过其他实况组这样爬石头的，因为他们都在水里啊，他们怎么爬石头？哎，对，就不会放手的。放手！啊！哭啊！怎么又？怎么可能没抓到这个？没可能啊！换歌，换歌。来点有战力的。那这个人都没填名字，到底是谁躲的 ？JJ， 我都跟你说了。你已经说了吗？好啦，我把 energy 也加上去了，好不好？南拳妈妈 energy 怎么拼啦、啊？Energy 是新的团体吗？算近几年有名的团体。战歌。可以哦，陈雷，一定有人讲歹。嫌某手歹看，大厝歹摒扫，行甲伤好，行细野狗，水某会跟人走。抓错边了。欢喜就好、哦。哎，好啊，开始连这边都爬不上去了。
欢喜就好。离开这个，离开这片大海。啊！你这个 BGM 一定可以帮助我离开这个大海。哦，没晃好。哇！没抓住啊。可能啊，怎么现在抓不住转盘啦？今天能过吗？随便过的，两分钟。我已经习得了所有的技巧，360空中飞人，修罪，现在的我是无敌的。贝克来助阵了，贝克先不要。你们干了，来就当。他在听听菊老师的教诲。右左延展。哈哈哈哈。
松的啦。哎，好啊，口吐芬芳哎、欸，要换一个正常一点的歌。My God， 给我力量！现在主题曲都要刺激一点才够听。哒哒哒哒哒！好像听过的歌。大丸在这里啊！大丸，你不是沉在下面吗？噔噔噔噔噔！这首不是摔跤的主题曲啊！对啊，应该是抓这里没错啊。为什么啊？为什么飞不出去啊？我怎么突然碰不到大转盘啦？好重，感觉身体好重。加油！一次大转盘！哇！被抓住了。抓那么上面，应该就是那个点了、啊。那个点我还记得。只是我觉得喷射出去的时机可能不是太好。大晃，哎，对，哭啊，太晃了。感觉我的角色没耐力嘞。
你这一次一次上去，上去之后尿尿，好尿尿，呼。老大，我要离开这里了，我要去帮你们办法会了，超度你们这些鬼。到这里都轻松啦，到转盘应该都是轻松啦。为什么会看不到灯笼呢？太深了 ，Michael。木心灵祥和。哦，来去变数。召唤南拳妈妈。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超度所有实况组的重责大任就交给我了。看着别人的男友很心动是怎样？这么神奇的歌词啊！
太奇怪了，我突然抓不到这个转盘。是哪里不对了？感谢大丸十份订阅，哎，大丸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最爱名单了。你街角的男友看得我好心动。放心啊，大王，我会把你捞出来的，我会带你上去的，承载着所有人的梦想。感谢大丸的十份订阅。挖这里，甩一下，很好。非常好，目前非常稳定。抓这里，大甩！哇哦！哟！哇！加油，大甩！八八八八八不！嘿，对，怎么飞不出去啊？为什么啊？我角色很怪。
啦啦啦啦，谁在拉我？水好深哦！我发现水里有一条很大的鱼耶、欸。换歌，换歌，来用这首歌把我送走。一定可以。送走。哭啊，又碰到了。躲内卡了。啊，放一下。保持你的决心下划线。可以，这手好。不太科学啊，就几颗石头，随便跳一跳就能过的。很好，抓得很好。我决定抓右边一点点。下来了。
很多鬼妈让专业的来。谁？有比我们还专业的？阿弥陀佛呀！我怎么会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一台飞机，刚刚都离开了，不知道怎么又回来了。我是怎么回来的？牛顿，不要再拉了！真的不要再拉了。周杰伦的。杰伦为什么要害我啊？哇，这个地方好难甩哦，怎么甩不出去的？为什么我突然就甩不出去了？前面不是随便甩的吗？我不是该待在这里的人，没错。你说的完全没错。抓住了 ，feel 回来了。有啊有，抓紧一点，
哎呦，啊啊啊！哎呦，啊！极限！哇、哦，还好勾住了。这里很危险的。哦，这里很危险。什么会这样子？这 feel 就不对了，没有道理，那个地方真的没有什么道理。抓到了，应该是抓到了。有什么期待？一起渴望关怀，无极的精彩。让我上去。啊，怎么连这边都过不去？卡在这里，我没有卡在这里，这里怨气很重。怀念之夜吗？这大贵，轩辕剑呢？这是星座第八代啊。有练妖狐的那一代真的不错。最近有古龙风云可以玩，古龙风云哦，有空来玩。我爬完山，先把圣兽之王给过一过。
嘟嘟嘟嘟。感谢威克斯的懂内。怀念之夜吗？我也把你加入我的这个最爱名单。哎，对，他又跑出来一次。河洛群侠哦，没吧？那个时候好像跑去玩侠影阁了吧？啊，瞧一下，抓好。怪怪的。哎！手不对劲。最近除了大侠跟那个还有什么啊？还有那个啊，《活侠传》。我必须要来一首歌，送走所有的实况组。再见了，所有沉在水底的实况组。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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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没喷射出去。播了两次转烂，这首歌献给辛苦往上爬的光头。感谢周杰伦。
哇！往水中射入之后反弹回去，就物理上面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我打到这个水面之后，应该会直接给我反弹一个力回来。就像你从飞机上面丢一颗乒乓球到海上，那颗乒乓球会再飞回到你的飞机上。这个都是经过实验有证实过的，确实力就是这样运作的。这边也要晃，好，很好，移师过这边。我可以，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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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乱讲。有一只兔子已经泡十个小时了，我泳池台才刚开哦。要延展速度吗？不需要，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是大力出奇迹。太大力了，好像有听过嘞。小乌鸦，好久没看小乌鸦了，好久没看运动类型的了。飞呀，让我飞啊！
是又有剧场版啊，剧场版要打谁？让我飞！让我飞！没飞起来，阿贝木吉卡救一下。我要飞！太慢放手嘛，可能有那么一点。为什么？臭怪怪。好，延展。大力出奇迹，漂亮，360度落水，位置不是太好，算了，应该这还行。再次回归。就快抓到了，抓上面一点点。其实抓上面那边感觉比较好。这个位置好，哈，阿贝穆吉卡。
先不要吵，先不要吵。抓得到的吗？感觉要另外一只手呢。我练功发自真心。哎，有这位置有。哇！让我飞啊！感觉要抓左边比较矮的那个地方哎。这只手抓不到高的地方啊。哎呦！哎，有了，抓到了外面，要抓最外面那个地方。啊，这个手再上去一点点就好了。可以，这次应该可以。放松，先放松。放松。我一定可以。抓这个地方，凸出来一点的地方。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啊！没什么道理，为什么？等下一个天亮，为什么抓不到那个地方？哦，就是没有这个 BGM， 难怪不能超度他们啊。他没抓紧啊，上面那边没抓紧啊。我刚想把左手换上来，他就直接就倒了。嘿，对，怎么上不去啊？可以，又上来了 ，feel 回来了。
嗷嗷嗷嗷嗷！好，呼，先让我的手放松一下。脚下有绿绿的大碗，有感觉水里有东西。千万不要去水里。刚刚就有点像第一次抓到那个上面那个样子。杨过，大都到了吗？抓好，哎，灯笼，首长，我早就已经离开灯笼了。微调一下，千万不能放手。哇，没抓住，刚这样竟然没抓住。放松，太重了，真的太重了，放松。放松。放松。佛像，佛像给抓的吗？这里会滑哎。会滑，会滑，会滑！要飞是不是？
这个东西会滑哎、欸。路呢？在右边。怎么那么远？右边一定有东西可以抓。所有溺水的实况主们，哎，这个冰其实是可以爬的，只要爬得够快，它其实是可以爬的。农民的 king， 这个字真的要这样爬过去，是不是？什么农民的 king？ 这关是啥鬼啦？感觉就是从这里爬上去啦。这里看起来就可以爬欸，先放松。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抖内。哦，这里也要甩是不是？嘿，对，嗯，感觉就是可以横向的爬那个冰过去。哎，明天再来处理了，差不多了，成功的超度了这一些神奇的实况组。安息吧 ，Piccola 大丸、狮子丸，还有许许多多在那里的实况组，愿你们安息。阿弥陀佛。阿门。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做《再见了所有的战士》。来看要看哪一台啊？妮妮子有开哦，妮妮子有开，那一定要找妮妮子啊。今天不龙珠吗？今天就不龙珠了，早点休息。